天第一个寻找初恋感，请和我约会。这不是我高中校服吗？我花了整套的游戏皮肤给你画了。约会中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、干什么，甚至和谁在一起，而是乐在其中，体会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憧憬恋爱的感觉。走吧。这个叫做心跳触碰法则，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，点到为止，过犹不及，这招对男人尤其有效。耳朵是人类的敏感部位之一，结合异物不经意的抚过，以后让对方变红心跳。我现在心跳是因为心动吗？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肢体接触，却比你鼓足勇气大声说出我爱你更撩人心弦。哎，你脸红了。哇，你从这儿红到这儿。哎你打住，陶丁哥。就想跟你接下车，我女朋友 Alice 从美国回来，我得去接她。你有哪儿变出来个女朋友啊？不信，你这一会儿 Alice 一会儿李嫣然的，这么多女朋友，你妈知道吗？淘气。哎呀，乖，放着吃一会儿这个。好。我喜欢你。